完赛就是我的目标，我又不是选手，我已经60岁了，但是前面很多老伯伯，最起码看起来比我老，都跑比我快，然后我很气，但是还是跟不上，人家那个看起来70、80岁，哇，身轻如燕，啊，年轻人跑我们前面那是当然的，哦，全民运动，流汗很爽，比如说练跑步啊，最起码有游泳啊，因为家里有游泳池，所以最起码再没空也回家游个500公尺，然后一个礼拜做 training 做一次，瑜伽做2次吧，然后偶尔还打打高尔夫球，已经算是塞得满满了。我老婆觉得我已经在上体育系了，她说像我去年去做三铁，然后她说那种要很闲的人才有时间去训练的，因为每一个训练都一天都要训练2小时啊，哦，我们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了，反正就是尽力而为了。很高兴这个马拉松。